韩雪是冤枉的，盗贼把宫里名贵的扇面给偷走了，两位娘娘才把罪责推到她身上，她只是个替罪羊。老奴年迈体弱，身边需要一个人扶持，不如将韩雪赐了这个美妾。九品，你这个阉人，你是个男人吗？你什么地方像个男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按照宫里的规矩，他早就该处死了。把他嫁给德公公，我是在帮他，是对他最大的恩赐。可是，你知不知道把一个女人嫁给一个公公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你真是让他生不如死啊！住口！皇姑姑，我求求你，收回懿旨。 取消这桩婚事吧，绝不可能。格格，你该懂点事儿了。这事儿跟你毫无关系，你不要无理取闹。这当然跟我有关系，你只是为了我的爱情扫除障碍，是为了维护皇家的位移而遮丑。蔷薇格格，如果这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那就是犯上，是要下死牢的。 不要以为你是皇家的格格，就可以胡说八道。你更不要以为你是我的侄女，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再乱说话，我马上治你的罪。你还是那个疼我的皇姑姑吗？出去。 川島さん、ことを集められるから、宮殿の地図ご存知ですか？宮古の地図？珍しいね。しかし、中国の建物は宮古でも民家でも周りは高い壁で中が庭があって警備をしっかりしてます。とっくに宮古、普通の人は絶対わからないよ。そんな地図絶対持てません。心当たりは？ 宮古の警備に知り合いがいますか？彼らは宮廷が最も詳しい人だ。卖麻花来！又香又大的麻花，一个铜子儿买两根了。哎哎，来，卖麻花来！侍卫长，哎，解放公园，你怎么过来了？对不起啊，上次在宫里闯了祸，害你被撤职查办。 哎，我给钱就。我在这里开了个摊子，银两虽然赚少一点，但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比在宫里强多了。我请你喝酒。锦上公园，你不会单单请我喝酒吧？我确实有事想求你，侍卫长。说吧，什么事？你知道皇宫里的死牢在什么地方？ 你到死牢干什么？我想去看个朋友。这死牢在皇宫的最深处，戒备也很严，你根本进不去。您当侍卫长那么多年了，肯定有你的办法。好，好人帮到底。 我待会儿帮你画张图，里面有我一个朋友，你去找他。谢谢。开门！快开门呀！格格，锦上，我找空月，公主不在家，有什么事我来转达。请帮我转告他。 就说韩雪她被两个娘娘赐给德公公了，怎么可能？昨天晚上已经被糖了。啊，好，哎，我一定转达啊。谢谢您啊。格格，慢走。公月，这回你可以死心了。德公公结婚。
他肯定忙得顾不了宫里的事儿。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さんの結婚でそんなに嬉しいんですか。もちろん嬉しいんだよ。それはどんな意味でわかりますか。息子さんはあの女とのことも心配しなくても。それは一つ。もっと大きなのは。わかり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あのクソ親父はもう眠ってる。だから結婚の忙しい時期にあれをプシッ。哎呀，我说你。何必这么倔强呢？你这么倔强，让我束手无策，让我下不来台呀。那你就把我放了呀！做梦！哎，你，哎，德公公，德公公，您太累了，我扶您去休息吧。不用了，我得到宫里去看看。进宫。德公公，这两天可是您的大喜之日啊！哎呀，我知道，这都是我的习惯了。我这一天不去宫里的看看，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备轿吧。这，您慢点。中日甲午海战时。中国海上的兵力并不弱，但是却惨败在我们日本人的手里。皇上，您说这是为什么？那时朕还没有长大，如果是朕指挥，朕一定把你们日本海军打得稀里哗啦的。好，那咱们再说一说当时海战的情况。别说了。老拿咱们的海军说事儿，朕不爱听。那好，皇上，我就说皇上愿意听的事儿。嗯，得是有趣儿的事儿。有趣儿的事儿，皇上，有趣儿的事儿都在宫外边，皇上想去看看。出宫？对呀，宫外边好玩的、有趣的事儿可多可多了，在那天桥上，哎。好多打把式卖艺的，说书唱戏的，玩杂耍的，还有嘎嘣甜脆的糖葫芦，可都可。哎，有趣儿！朕要去玩，朕要出宫去玩。哎，皇上，皇上可不能随便出宫啊！为什么？朕是皇帝，皇帝想怎么玩就该怎么玩，想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皇上，这。小民可担待不起呀，恐怕皇贵妃、贵妃娘娘也不会准许呀。朕若是非要出去玩玩看看，不可呢。这，皇上，您要非要出去玩，也不难。皇上下个诏书，小民嗨也好有个说话的把柄，是吧？这还不容易，朕给自个儿下个诏书不就行了吗？好。小民这就去安排龙轿，带皇上出宫巡查。好。给皇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请安了。迎春。谢娘娘。德安，奴才在。昨儿个新婚之夜，如何啊？
回娘娘的话，还好吧？我听说韩雪闹得厉害。您说，一个饭菜夫妻，哪个女人不闹呢？记着，头一天规矩要做好了，打得他顺溜，才死心塌地的认命。是，娘娘。德安，你怎么了？快去请御医。禀告娘娘，德公公是怒火攻心，伤及肝脾，又牵引起血管堵塞，好在症状还轻，只要服用活血化瘀的汤药，时时制诺，不日便可康复。谢谢御医了。德安，你就回家去吧，没事就在家歇着吧，不用到宫里请安了。奴才叩谢娘娘的关爱，不过既然来到宫里了，奴才还是想到各处去转一转。去吧。奴才就先告退了。在上课呢吗？皇上出宫巡查去了。那锦上殿教官呢？一起走了。来人，备轿。太医太监，请留步。你们敢拦我？德公公官在那，咱不敢招致。那个轿子给我拦下，快！停！落轿。哼！大胆的逆贼，竟敢偷皇上的龙轿，该当何罪呀？
这是龙家，公公，小的不知道，好像是有人出钱让我们偷的。那轿子准备往哪儿抬呀？铁丝是胡同。じゃあどこに消えたの？井上さん、たくさん人を探しに行かせました。探す？どこへ？探せるの？間違いない。やられたよ。でも井上さんの行動は何で漏れたの？そうだよ。一旦どこが間違った？あのカゴ書きは？カゴ書きは臨時に町から読んでたの。絶対問題ありません。もしかして徳さんは？徳さん？絶対彼氏だ。絶対だよ。いつも私のこと疑ってるんだ。鮮明を盗むなんて。しかもいつも皮肉を言ったりにして。感じてるよ。後ろから私を見つめてるその目を、あのクソ親父。何があったら寝る時も目覚めるよ。あの徳さんは結婚のこと目いっぱいじゃない？そうだよ。彼は普段私を見つめてる。しかし結婚の時も意地悪したんだか。このクソ親父、私のミスだ。残念だ。私100枚ぐらいの生命が全て宝物だ。ダメ、悔しいな。全てのものを絶対手に入るな。じゃなかったらそれは私が彼に永遠に黙れ。我知道你不愿意和我一个桌上吃饭，表示你不愿意做我的饭菜夫妻。没关系，我不强迫你。从今天开始，咱们就约法三章。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我咱们分开了过日子。南边那屋我住，你住北边这间房。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没必要骗你。好，我答应你。不过我还有一个君子协定，在没有我允许的情况下，你不能随便进我的屋。你放心，我不会进你的屋。不过我的屋你也不能随便进。那当然了。哎，医生哥，怎么样了？找着了吗？哎呀，这整个北京城我都快找遍了，连个人影也没找见。婆婆到底上哪儿了？急死我了！杜鹃啊，不是我说你啊，都是你忙里生事儿。你说老爷让咱们到京城来开分店，那得有多少事要操心呢？可你倒好，非要带着他不可。现在好了，
刚到京城，这店还没住下呢，他就跑没影了。找了一天也没找着，这不添乱吗？医生，二小姐对我有恩，我得帮她呀。杜鹃，你报答二小姐的恩那是应该的，可跟这个乞婆婆有什么关系啊？婆婆说，她说二小姐是她的女儿。这话你也信呐？我也不太信，可是乞婆婆对二小姐那种关心和那种情感，她真的是不像一般人啊。怎么不像一般人了？她每次见到我都会跟我打听二小姐的事儿，然后那天我就问她了，我说婆婆你怎么那么关心二小姐呀？没想到她哭了，还含含糊糊地告诉我，跟我说韩雪是我的女儿。杜鹃呐，你也不想一想，如果她真是二小姐的亲娘，那老爷和夫人是咋回事啊？是，我也觉得不可能。可是，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不会跟他计较的。医生，在我讨饭的那些日子里，他对我和对我爹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在心里早就发过誓了，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我都要好好照顾他。杜鹃啊，咱们照顾他，这我不反对。可他整天疯疯癫癫的，将来咱们还要照顾铺子，哪有时间去管他呀？他一定是去皇宫找二小姐了。不行，我得去找他。哎，行了行了，你别去了啊，这儿你又不熟悉，万一你要走丢了，那不等于要我命一样吗？那婆婆怎么办嘛？这样，咱俩先吃晚饭，吃完饭我再去找，行不行？我跟你一起去找。行，多给人多上眼睛。公公，嘿，你是什么人呢？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是魏长让我来的，我来找这个人，然后我想进去看看朋友。哦，啊，那就是我。这样啊，你快进快出，我一会儿就交接了，快去吧。谢谢。韩雪，韩雪，韩雪，婆婆，你认识韩雪？那韩雪在不在里面？那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找到你要找的人没有啊？公公，我要找的人叫徐寒雪，但我没有看见他。嗨，你怎么不早说呀？他昨天就嫁给那武的德公公了。嫁给德公公？是啊，是两位贵妃娘娘下的懿旨啊。公公，我能带老婆婆一起走吗？这个疯婆子今天一大早啊，就在宫门口吵着闹着，被卫队啊抓住了。好在呀，她是个哑巴，也就临时关一关，总是要送出去的。医生，杜鹃，空月少爷，空月少爷，婆婆，你上哪儿了？我正找你呢。哎，婆婆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来，快坐吧，快坐。你怎么了？赶快让她休息吧。哎，好，快。空月少爷，你怎么碰到婆婆的？一言难尽。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坐下吃饭吧，边吃边说。对对对对对，我没心情吃。怎么了，空月少爷？怎么了？你们家二小姐徐寒雪，她没死。
我不能做太监的老婆，不能受这种屈辱，更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我要想办法逃跑，一定要逃跑。想跑？做梦吧你！你名义上还是我于德安的老婆呀，你就老老实实的跟这个珍珠皇后的院子里待着吧。德公公，你别忘了我们有约在先的，井水不犯河水。那这也并不表示你逃跑的理由啊，我于德安丢不起这人。那我嫁给一个太监，岂不是更丢人？你还不如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呢。我告诉你，我是一定会走的。那你就试试吧。德公公，哦，二小姐真的还活着？可是二小姐被刺个太监为妻，这跟杀她有什么区别呀？哎，活着就好，活着总会有办法的。对了，二小姐有了下落，咱们得赶紧通知老爷一声。不，我知道。医生，咱们还是先别告诉老爷的好。我觉得上次老爷进宫，一定是碰到二小姐了。可他为什么不把二小姐带回来，还那么着急要走呢？这里面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所以还是先别告诉老爷的好。这样也好，可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二小姐给那个老太监当老婆呀。有什么办法能把二小姐救出来吗？我打算到珍珠胡同抢人。我也去。医生，你呢？啊，我会不会犯法呀？哎呀，你呀，真是老鼠胆，怕什么呀？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还把宫女赐给太监呢。我们只要把二小姐抢出来，他们宫里的人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哦，那我也去吧。那好，我们大家来商量一下。来，再来。好，再来。好。好。皇上，用点劲呢。教官，你也没用劲儿啊。小民今天身体不适，皇上自己练吧。那好啊。又有空闲到这里来溜达来了。没办法呀，这每天的巡视不敢偷懒啊。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哎呀，这宫中的宝贝太多了，就得要多走走，行看看。德公公看见贼了？看出贼没有用，得捉住赃啊。这么说，德公公已经捉住赃了？捉住赃也没用，得捉住贼才好啊。德公公既是想捉住贼，还想捉住赃。哎呀，德公公可真是大清皇宫中的大功臣啊。各位旗主啊，井上先生不也是日日夜夜想为你们日本人效劳吗？跟德公公比起来，正比上中国的那句话，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呀。别老想着别人兜里的钱不是你的，就到不了你的手里。德公公，您还别说，差点忘记您道行了。德公公，
恭喜德公公新婚大喜。同喜同喜。德公公，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还惦记着宫里的事儿？心里有事儿，睡觉啊他也得睁着这两只眼。哎呀，这正是在下的悲哀呀。此话怎讲？德公公心机肚明啊。井上先生的话云山雾罩，老实聪明听不懂。好了，我还得要到别处去转。少爷，咱们这样行不行啊？咱们这是作案吧？放心吧，只要能够引开他们的注意力，我一定把韩雪救出来。好，你说没事那就没事了。父亲，我怎么在这儿？韩雪呢？空云，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过你要明白，你的行为简直是不可理喻。人家韩雪那已经嫁人了，你还去惊扰她，给你安上一个夜闯民宅的罪名，一点不过。韩雪不该嫁那个太监的。她嫁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我爱他。这么多的东西，让我怎样做你才能清醒啊？为了一个女人，你居然把一切都抛开不顾，你疯了还是痴了还是中了魔？
听着，这个女人对你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烧我家大门的人这是另有企图，是来救韩雪的还是在这儿见面的，他们怎么还不来啊？不会是人没抢出来吧？不会吧，护月少爷身手这么好，他肯定能救出二小姐。哎呀，那咱们等了这么长时间，空月少爷和二小姐都没过来，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哎呦，呸呸呸，快摸摸头。哦哦，真是乌鸦嘴。好了，杜鹃，这样我去德公公家找。哎，你别去了，你到时候人没找着还搭进去一个。我们还是再等等吧。想不想做我的儿子？我本来就是你的儿子。好，那就马上离开这儿，离开京城，离开这个鬼地方。你要我去哪里？张大帅那儿当个军人。不，我不会离开。说到底你还是不想离开这个女人。康远，你要是个男人就马上去徐州，要是为了韩雪，那就请你离开我的家，别认我的父亲，我也没有你这么儿子。对不起，父亲。哎，川島さん。阿月、お父さんに従って、今すぐ長君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ください。軍人になりましょう。有人还是觊觎这些宝贝呀？浑水摸鱼，声东击西，长此下去会出事儿，我该怎么办？
天发生的事儿也太多了，我也累了，也想通了。与其他们针尖对麦芒，磕磕碰碰的相互折磨，倒不如咱们各自退一步，好合好散。凭良心说，让你做太监的娘子，实在是太委屈你了。我也不想要这个名义上的饭菜夫妻了。你一心想走，我就给你这个自由。你走吧。